各位观众晚上好。晚上好。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。首先请看内容提要。中共中央、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、全国政协、中央军委沉痛宣告，杨尚昆同志在北京逝世。杨尚昆同志住院和病重期间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看望，或以其他方式表示问候。